好，现在换各位例题练习零四，总共有五题啊。前面应该稍微简单一点吧，应该都很简单啦。第一题，每加二氧化碳生成碳跟氧化镁，请你上来写它的平衡好的化学反应方程式，请你上来写它平衡好的化学反应方程式。好，来，请找29号、26号 ，and 11号，上来写，上来写。这个我最会，这一题哦，太简单了，这种题目。小心啊！白月，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线。小心不要弄到我的线。三个，小心不要跳我的线。三个大哥就上来给我写一个。三个大哥就上来给我写一个，我不会就没事了啊！真是有够厉害，真是有够厉害。我们又在充分的证明老师的教育是失败的。对啊，超难的，但听不懂。第一件事情，你晓得镁的元素符号，你晓得二氧化碳的化学式，你晓得氧化镁的化学式吗？这叫做照它的中文写，镁加二氧化碳产生碳跟氧化镁。然后呢，从两边从最复杂的写成一或二，你会觉得二氧化碳复杂，你要觉得氧化镁复杂也可以。啊，我们把二氧化碳当作一，一定好以后，从两边出现一次，这个每一个都是两边只出现一次，所以通通可以用。前面要有一个碳，后面就要有一个碳。偶尔签，然后呢，这个碳后面没东西就没有用了，就停下来回去前面一个 O2， 所以前面有一个 O2， 有两个氧，后面要两个氧怎么办？就要写 2NGO， 写完 2NGO 镁就确定了，对不对？右边有两个镁，所以左边也要两个镁，所以左边要两个镁，两个 NG。这样子都查完了，对不对？碳查过，氧查过，也都全部查完了，全部解决掉，然后一可以省略不写，所以就写成这样。这就是我们的化学反应方程式，这就是练习零四的第一小题。第一小题就这样写 ，OK？ 有人问题无？无，很好。